这句话真的讲的很好，将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换取一颗糖吃，求人天福啊，求人天的福报，就好像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常,常提到那个原因老和尚三求哈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他求福、求慧，他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。所以这个三求呢，意思不是求人天福报哦。 他求福求慧的目的，就为了求生净土而用，啊，他是导向净土的。好，我们看四十五页倒数第二行，啊，须知正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，而自得世间福报。啊，这底下有小字，这世间福报是什么呢？长寿无病，家门清泰。 子孙发达，诸缘如意，万事吉祥。当然，这些世间福报，如果我们真的念佛，我们心里虽无求，可是你慢慢的也是会有。啊，这也是真的。啊，这个也是自然就伴随而来的，会有。 但是因为我们心心念念是求生极乐，所以伴随而来的福报你就不在意了，你不会去贪着的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啊。若求世间福报，啊，最后最后一行：若求世间福报，不肯回向往生，则所得世间福报反为下劣，而心不专一，往生便难决定。 所以，如果我们求世间的福报，又不肯往生的话，回向往生的话，那么这世间的福报就像一颗糖吃一样，啊，那这只就变成说，那本来是无价之宝珠啊，来换一个糖吃啊，那就变得很下劣了，好，那往生就很难了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四十六页第二行。 不过我们这个哈，一定要建立在生性因果上，啊，生性因果上，因为那个造恶业是很很辛苦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先断恶业，断恶业最好的方式就是，啊，受戒，好，要受戒，受戒，然后认真持戒，好，认真去持戒，啊。 不过，许多人会跟师傅讲说：“师傅、啊，可是我想受戒，但是我怕持不好。”我说：“持的最好的只有佛，<laughs> 佛持的最好。但是呢，一般人呢，你能够至少你六十分，你用心一点，要求你能要求自己多少就多少，你还是要去受，但是要常怀惭愧心、忏悔心。” 我要认真守，守不了再忏悔。好，就是你总是会有难免违反一点，啊，违反一点，我们就赶快忏悔，要警觉，要警觉心要很强，要常常保持警觉。这样子的心去受戒，你改习气是很快的。所以，我们是借着在佛前立的誓愿，来迅速改变自己的习气。 所以我们呢，还是要认真用心。不过你最好要跟跟对善知识，啊，这个善知识要愿意念你的，啊，愿真的要愿意念你的，啊，你要不怕被念，啊，啊，真的要有这样子的心，你这样就真能进步了。我们那个进进律是。 儿童下令，好，下令。他那个小朋友，你只要常来的上次我去教的时候，我就问说：“哎，你们来的啊、呃？就看是谁来最多次。有一个来了十二次，有一个来了十三次。我说：‘哦，不容易哦，你能来那么多次？那个能来能够来到这么多次的哈，那个小朋友都不一样。’ 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，那是有个气质在的，因为那个，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很辛苦，就好像在打佛七一样，那是很辛苦。啊，能够一直来的，真的不容易的。啊，只要能够保持着来，因为因为这个这个在教导中，那个是有时候有时候啊，也是要啊要。 啊，他做错了，我们就是真的要教他。有时候甚至要要有一点小喝责。那小朋友现在很难教呢，好可怕，现在好难教。那越来越难教，真的能够带得下来的，那就是不同。所以我们呢，要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 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一个难教的小孩，至少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弟子相要具足。所以你当当你去亲近一个善知识的时候，如果他真的肯教你，你要弟子相要具足。师父讲什么就赶快要做什么，就不要再有恶化了，赶快就去把它做好。要有这种弟子相，我们弟子相如果没具足的话，你怎么感召到好的、好的善知识呢？ 你至少弟子向先把自己要求好，不然的话，佛菩萨也没办法安排一个好的善知识给你啊。如果安排一个善知识给你，就给你毁谤走了，那那你不就造恶业造大了？所以，我们如果真的要修行这条路上哈，要要走得好，第一件事情就先做好弟子。我们这个弟子就先做好。 但是不容易，因为人的习气哈是很不容易。有时候师傅啊，以前我去亲近有一位善知识，我到的第一天才我才刚出家，然后因为有一个因缘啊，去拜访这个善知识。那到了第一天，因为他正好要啊，好像是。 不知道是做什么事，要穿海清。那我海清忘了忘了穿，我就只有搭袈裟。啊，这三只是马上就喝着下来了。出了家还不懂得穿海清，哦，就这个一喝着，我两只手在发抖了。我就真的在那里，我真的有点哦惊掉啊。但是随后念头一转，三只识的教导、哦、真的很重要。 我马上就赶快海清换好，很谦虚的就马上就待他身边。后来这位禅师对我影响很大。好，这位和尚啊，好影响很大。好，他他是一个很正派又规矩的，中规中矩的，很中规中矩。所以你你要要你遇到这种和尚哈、啊，在旁边愿意念你，你真的要感恩，真的要感恩。 他不管你怎么练，你就旁边就注意听，细心听。你就是怕这个和这位师傅对你很客气，那你就，那你时间就耗在，<laughs> 因为先因为如果如果这个师傅对你又那么的客气，那你那你这样学到就会比较少了，啊、哦。所以我，我我那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去有一个地方。 去学，呃，有一阵子对禅宗很有兴趣。早期啊，那那禅宗当头棒喝哈、哦，那是很有名的。那我那时候去参禅，你们有没有去过高明寺啊？高明寺他那个禅哈、哦，那是很很严谨的。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但早期是这样。你只要头没有往下四十五度看前面。 头稍微庙旁边，他那个那个禅那个那个板子就打下来了。你从你的斋堂走到大殿，这中间是要过堂吃饭。啊，那个过堂吃饭，你要走走直角的。啊，过堂吃饭的过程当中，那个过堂吃饭的过程呢，在过去老我是听说哈，在过去很久以前，现在不知道。 那么很久以前呢，他那光是那那里面就站了好几个拿好几个的人拿香板，就在你的旁边，<laughs> 所以你从这个斋堂到大殿就已经站了很好几个人在那里了，啊，在那里督促你的所有的瘟疫。所以当初呢，高明是那个来果禅师，那来、个、果禅师哈、哦，他一进去参禅，他三个月不知道佛像长什么样。 一进一进到禅堂参禅哦，三个月不知道佛像长什么样，他从来没有抬头看佛像，他就在参。你看到这种程度呢？那祖师们用心是这样用心的，那个都是在严厉的道风下，你看出来的就是不一样。你看出来就有一个道气，有个道气，有个道风，有个道气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下面啊，四十六页。 第一行啊，你要晓得，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。何以故？人一生中所造罪业不知多少，别的罪有无且勿论，从小吃肉杀生之罪实在多的了不得。好，我们这里是讲，我们要知道。 你要下一辈子做人，比要去极乐世界还要难。哎，这个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好。你要真的来生真的要在做人，我们不用想其他罪业了，我们光吃肉。所以这里讲别的罪不用谈，好无且勿啊无且勿论，别的哎、呃、别的罪有无啊且勿论，我们不要先不要谈了，光是吃肉杀生啊就多的不得了。 光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下辈子还能真的在？因为你吃一块肉，你就总是要还，那因果就是这样。你就是有牵扯到杀生的问题。那么生生世世，你今生下生就算真还做人，那是因为你善业还有。那你的善业要想完了哈，福报想完，你总是会堕落的。所以。 比临终往生还难，因为临终往生哦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你就是放下，相信，愿意去，啊，然后有忏悔心，那这样子求生极乐世界，真的是比做人还容易啊！好,好，我们看下面，要发大慈悲心，求生西方。 待见佛得道后，度脱此等众生，则仗佛慈立，即可不偿此在。啊！如果等到啊，到求求生西方，见佛悟无生，然后呢，啊，再来度脱这些众生，啊，再来度脱这个众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眼光看得远，真的要看远。 我们不要今生哦就如何啊，也不要求我下辈子要怎么样。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好好修成大菩萨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都不重要。我们不要，我们要到对方这个目的地，不要被路旁的野花野草所所吸引到，你就啊你就不会往前走，那很可惜。 要懂得哈，这个不要，有些东西是重要的，有些东西是不重要的，内心要有智慧抉择。好，这里有一个，者藏佛慈力，即可不藏此灾。意思是我们今生恶业很重，但是我们逢佛的承蒙佛的加持力，阿弥陀佛加持力。 我们就先避掉这些问题，生死轮回的恩恩怨怨，然后到极乐世界好好修成大菩萨，好，然后来到人世间的时候，你在从极乐世界发愿再来的时候，这些跟你有缘，不管是恶缘、善缘的所有众生，都变成你度化众生之缘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无缘就遇不到嘛。 有缘才遇到嘛，不管你过去是恶缘善缘，你都会遇到。所以你等你是大菩萨的时候，再来遇到这些缘，你就有办法了。如果说你那是过去跟他是恶缘，那这时候碰到你就有智慧转恶，然后变为善，因为你碰到遇到了。如果你过去是善缘，那当正好趁此跟他开导，把原来的世俗之缘转成法缘。 因为你是你已经是菩萨了嘛，你把过去生跟他们之间的世俗恩怨之缘，就转成法缘了，所以跟你有关系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你而得度，啊，这样不是很殊胜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若求来生者无大道行，众修行的功夫好，其功德有限。 以系凡夫人我心做出来，故莫有大功德。况汝从无无量劫来，不知造了多少罪业，树业落现三途恶道，定归难逃。想在做人，千难万难。是故说求生西方，比求来生做人尚容易。好，我们看这边。 如果求来生而没有大道行，你没有很强的道行，你就算修行功夫很好，你功德还是有限的，因为你凡夫心做出来的，你是没有什么大功德。而且我们无量劫来造这么多恶业，如果恶业树叶落现，过去的业如果现前，三途的苦。 就来了，那这个因果是难逃的，定规就是我们的因果，啊，这因果是难逃的。如果想在做人就更难了，现在连做畜生哈也很辛苦。这个像畜生，以前古代啊，在佛佛寺就是过去，我们从人寿八万四千岁。 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现在，啊，佛寺的时候是一百岁，啊，现在七十多岁。那在过去人寿在几万岁那个时候，那时候的畜生道跟人是可以沟通的，是可以讲话的。那时候的畜生哦，跟人是可以讲话。这个在《南山律在这边呢有这样的一个典故，好，就是有描述到这方面。 那时候畜生，他也是很有福报，即使做畜生。那我们现在，你做人都已经很辛苦了，你做畜生的更没福报。而且畜生道哦，你在未来哈，就算你做畜生道，像像那个万兽之王是什么狮子，他做狮子都快灭绝了。 跟他们说，做老虎都快灭绝了。现在全世界老虎只剩三千多只野生老虎。今天看到新闻啊，不是国际还在开一个保护老虎的会议嘛？好，现在野生老虎大家因为像人的武器太厉害了，要杀老虎很快，所以老虎很可怜。所以你即使投胎到畜生那种很强的畜生也活得很辛苦。 所以一定要，我们不要再求什么了啊！不要再求来生的什么福报了，不要。啊，你一呃，一旦入畜生道、三恶道，那你要再做人很难。好，好，底下啊，以藏佛力加被故，数世恶业容易消，众未能人消尽以佛力故，不至长报。 这里我们前面讲的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让我们即使夜生藏重,重的众生，啊生啊业障重的众生，也能够乘着佛的加持到极乐世界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四十六页啊，倒数第二行。 须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。此三不可思议，若无信愿念佛之至诚心，则无由发现。有至诚求生西方之心，此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即得显现，如乘大火轮，又遇顺风，不离当念即生西方。 这里讲三个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就是佛力本身是不可思议的，法力本身是不可思议的，自性功德，我们的佛性本身有的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，本有的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。好，佛佛力、法力、自性功德力，那么这三个不可思议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相应？ 这个力的叫它自诚心，如果你没有诚心，你没有办法感应道教这个力量。我们练这个阿弥陀佛这六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名，你我们平常练的时候哈，有时候当然我们是善心在练哈，没办法那么专心。可是呢，你就尽量慢慢要求自己要专心。 那这个专心是专在哪？不是四个字，不是只有四个字清楚而已，是是这个佛在我们心里很清楚。这个佛，我们念的是佛号，不是四个字。这个件事情要很清楚，我们念的是佛，南无阿弥陀佛是一尊佛，不是六个字。大家懂意思吗？这个要在心里很清楚。 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有办法感应道交难事然后很诚心，那个诚心是要有点要求的，因因为我们一开始反复的诚心，好有限，所以我们要稍微体会，啊，提醒自己要诚，那这个诚是打从内心里面，打从我们内心里面慢慢的去给它发出来，啊，打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从内心深处。 那个诚恳心慢慢的出来，然后呢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心呢要存着，我念的是这一尊佛，不是只有这几个字，所以念字除了清楚以外，我们也要学，也要存着这尊佛，念这尊佛这个心很清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有自诚求生极乐之心。 那这样子，这个三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慢慢的感应道教。这里讲如乘大火轮，这个大火轮是古书上面的这个火轮，就是像金轮王啊、转轮圣王，不敢造一个轮吗？啊，他乘这个轮可以巡视这个四大步骤。那这个这个火轮就是意思是，啊，可以乘着它很快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。 嗯、啊，意思是，我们呢一定要用心自成心，那就可以很快的感应。啊，不离当面即生西方。好，我们今天啊到这边，到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看四十八页，翻过来哈。 四十八页的中间这段，哈，我们讲一下。其在花中十二大劫者，以再生罪业重而善根浅，故花开最为迟延也。然此人在花中之快乐，甚于三禅天之乐，又何欠憾乎哉？他这里是来讲花，这莲花。 下品下生在莲花中十二大劫，他才会花开见佛悟生。那么有人就就问这个问题了：那你在莲花中，那不就很闷吗？那不就是闷在，这不是闷在那里，好像关起来？不是哦，啊，反倒很殊胜，在这个花里面的人的快乐胜于三禅天之乐呢。 三禅之前是世间所有之乐最乐的，三禅是最乐，那个乐是你根本没办法想象的乐。那这样有什么好遗憾的呢？那为什么会在花中那么久？那是因为我们恶那个恶业太重，因为那是重大恶业往生者哈，他还是能够有一心回心向阿弥陀佛，一直阿弥陀佛加持。 然后很幸运的到极乐世界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恶业太重，善根很浅，所以现在花中先待久一点。虽然他待的最久，可是他也很快乐的待，不会有任何的觉得好像被关在里面。啊，他是很快乐的。 讲到这边，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好，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讲一下啊，一个故事，这是对于我们平常的人哈，啊，稍微就是在春秋战国时候，有个楚庄王，这个楚庄王那时候春秋五霸。 他是很大的一霸，好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这么这么样子的，这么样子的的望呢？那跟他做人有点关系。楚庄王到最后，他也是像活的也算活的还蛮久的了。好，那么他的心胸算真的是很大，他很能够谦虚的接受人家的。 建议有一次呢，因为他刚他年轻二三十岁，他即位，小朋友他还是小孩，他他即位为王的时候，他的父王传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每天就玩乐，每天就玩，他没有想要理国家的的的事情。后来那个臣子就跟他建议。 因为这个楚庄王，他人家跟他建议什么，他就会骂，好，他就会骂，他有个脾气。可是呢，有一天有个臣子跟他建议，他说：“大王，他跟他建议很有意思。他说，在听说，在某某的山里面有一只很大的大鹏鸟。那么这个大鹏鸟呢？” 他每天在睡觉，已经睡了好多年了，睡了三年了。那他这个楚庄王一听，他就知道要讲他了，他都不振，他不给自己振兴一下哈，去去处理国事，每天在玩乐啊，沉迷在玩乐里面。那这个楚庄王就跟他回一句，他也不会怪那个大臣，说此鸟不鸣啊，他虽然不会鸣叫啊。 可是他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<laughs> 所以他这一鸣惊人这句话，就是从楚庄王这个典故里面出来的。他说一定会一鸣惊人。哎，这个楚庄王会有这个心，就是有个有个志气，他是有志气的。我们人哦，真的要有个志气。那但是呢，他还在继续玩。<laughs> 他跟那个陈，这个忠臣呐、啊，啊、哦，跟他讲。 讲完以后还是继续玩，后来呢又有个臣民以死来来来觐见这个楚庄王，但是他说：“他说大王，你一定要振兴起来，我们国家都靠你了。”他就打算就算被杀头，他也要觐见。就楚庄王就真的听了他的话，就从此整个身心就整个振兴起来。 后来呢，就成为春秋战国时候，他是最强盛的国家。那么，他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心胸，他心胸是很大的。比如说，有一有一次，因为啊，因为大家都表现的很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跟大家啊赏大家。 一个晚宴，哈，一个晚宴，所以很多的群臣呢都坐下来吃、喝酒、哈、享乐，大家就等于是哈，就一个一个快乐的晚宴。突然间呢，这个灯呢熄掉了，一阵风吹过来，那个灯火熄掉了。啊这灯火熄掉之后，因为楚庄王有一个爱妃啊，一个妃子啊，在他身边。 那等我洗掉之后，大家就就就有人呢，就有个小动作，好，就来戏弄一下这个爱妃，他的爱妃就有个臣民啊，戏弄一下他爱妃，就碰他一下。啊，这个爱妃呢，一看到有人碰他呢，他就一手就抓住他的那帽子，对方那个人的帽子，把他的那那的、个、帽子有一条线啊，叫缨，啊，璎珞那个缨啊，扯断了。这时候呢？ 这爱妃呢，就马上跟大王讲：“刚刚有人调戏我，我把他的帽子上面那个缨扯断了。大王，你赶快哈把火点起来。你只要那个帽子哈那个线扯断了，就是他，一定要把他处分。”那这个楚庄王听了，他就在想：他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处分对他这么忠心的臣子们。 啊，他就没有做动作，反倒因为这个这个飞讲的这句话，大家都听到，每个人都开始紧张起来了。啊,啊，这时候这个楚庄王他怎么处理呢？他马上就跟所有人讲：“你们大家尽兴，好尽兴，赶快好，大家好好的，快快乐乐这一场晚会，好好的尽兴，不要点灯。” 大家每每个人呢，把自己对方尽兴到自己的音这个音啊，这条线啊，每个人都弄断了。我在点灯，啊，就那一场晚宴就结束了。那几年以后，楚庄王要要去，要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战争，那就有一个臣民啊，在战场上拼命的杀敌。 不顾生命的，就为他，就就拼命的杀对方的敌人，冲锋陷阵，这个勇猛无比啊！这楚庄王远远看这个臣民怎么那么厉害、啊？哦，在那个这个敌敌军里面冲锋陷阵，都不怕死的。好，那一般人是做不到。然后他就后来呢，他就赏这位这位。 冲锋陷阵，这位大将啊，啊，然后把他叫过来，重重的奖赏他。然后，他的呢，楚庄王就好奇啊，他说：“楚庄王就好奇，寡人哈、哦、没有什么德恨，怎么能够让你这样子为我这样冲锋陷阵那么勤快呢？”然后，这位陈明就讲，他说：“我是报答哈、哦、这个大王。” 那时候不怪罪之恩，我就是当初那个掉，就是被那个扯下来那个那个绳子的那一位臣民啊。他说：“大王您的心胸哈啊,啊，就让我没有被责怪，我是以死报答、啊。”这楚庄王他是算是一个人君啊，他但是他毕竟哈、啊，因为他还是有那种事业心很强，他本来想篡位。 还想篡位周天子，好，可是后来他还是打消念头了，他就没有篡位了，啊，没有篡位。但是这个他的确，他的确在做人上，他还是有这样一个心胸。所以我们人哈、啊，我们人有些时候，我们不要太去把别人的问题一直看得很很重，那这个包容其实很重要的。 福报就在这个包容里面，啊，就在这个包容里。你有多少包容，你就有多少福报。不可能你周遭每一个人，而且真的要珍惜我们跟我们很近的人，跟我们很近的人啊，你真的要珍惜他，啊，珍惜他，啊，不要太怪他一些小地方，那个不重要，那小地方真的不重要，你反倒珍惜相处的缘分，啊。 来结未来极乐世界之缘。那我们今生就要去极乐世界，所以我们眼前的很多事情，我们要反倒习缘啊，真的要珍惜。这是谈到这个楚庄王。那我们上补充一下，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吕后啊，对不对？吕后哈、啊、杀那个戚夫人，就汉高祖。 刘邦的皇后吕后，他杀了戚夫人，结果吕后是怎么死的？呢？这因果是很可怕的。他让戚夫人这么惨死哈。他在才两三年后，吕后啊，在造了这个恶业之后，才两三年后，在路上就突然被一只狗，那只狗是一个长得很丑的，啊，苍苍老的苍苍狗。 那个史书上是写苍狗，就背着苍犬啊，苍犬犬啊，苍犬、啊，背、啊、一只长得很丑、很老的，那种很老的那种狗，苍犬，突然冒出来，他是后在那个车子在外面哈、啊，她的轿子啊在外面啊在走的时候，突然不知轿子啊，就扔那马车啊,啊，在外面走，那突然被一只。 很奇怪的一苍苍犬跳出来咬到他的腋下，啊，他肋骨这里咬伤之后，这个狗它转头就不见了，突然就不见了。那这个，然后吕后就因此，她回到宫中就请人家跟她卜卦，那时候人都盛行卜卦，说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就卜卦一卜出来呢，就是那戚夫人的儿子。 赵王如意，因为他杀戚夫人的时候，也把他儿子一起杀了。赵王如意就是过去的文昌帝君，好，文昌帝君的过去生。好，那他呢就是赵王如意化现的一只狗，好，来咬他。后来这个吕后没多久就因为这样就病死，啊，所以这个果报，果报是很可怕的。 所以我们补充我们上一次啊谈到的这个，因为我们讲到吕后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恶业，那么她的后面的恶果是怎样？所以我们千万啊不要去投胎做，再再去做富贵人家，你一旦娇慢，那就很可怕了；一旦娇慢，就很可怕你讲到这个汉高祖，他这他底下太多故事了。 你看那个赵王如意惨死，那么也死了以后，这个那时候的，那个时候只有惠帝，好，只有一个皇帝。那时候吕后杀了很多他的那个那个一些，好，因为只有吕后的儿子变成皇帝嘛，好，那他也杀了很多。 一些会跟他儿子抢皇位的其他皇子，啊，只剩一个没被杀，啊，那个呢也被娇宠过度，后来呢这一位也因为娇慢之关系，而到最后自己自杀了。所以这个娇字很可怕，所以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再求未来的富贵。 你看赵王如意，赵王如意就是文昌帝君过去神嘛。那文昌帝君过去是七世做士大夫，做老师，都教圣贤之书，累积的大福报就变成一个王子，最后也惨死。你看这种状况下都这样，何况我们一些小小富贵，那更不要去求了。好，更不要去求了，一定要求。 一定要求解脱生死，这才是重要。好，我刚刚讲的楚庄王，大家也不要，我们也不要求做这种王啊，哎，真的也不要求做这种做王，那也还是杀孽无数。啊，那一战争就死多少人，还是杀孽无数。 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好，接着说。哎，师你们讲一下皮球地、啊。哦，地还有那个，既然说做人那么难的话，为什么很多大和尚还是要来做？比方说，顺导师。你说，呃，应顺导师。是。哦。呃。 这个就肯定是他个，就是导致他个人的愿力了。但是我的我是劝劝人，劝人啊，不要争上升了，啊，还是要求升级的事情。嗯，不过因为每个人他愿力不一样，啊我，我因为毕竟很有很多的，呃，很多人他的发心不同，发心不同，但是你争。 我还是先非常的相信所有的这个，你看，从智者大师、偶遇大师、弘一大师，好，永延寿禅师、善导大师，那个都是佛在化现，佛菩萨化现来的。好像一光大师、大势至菩萨化现在来，好，这些呢，这么多祖师化现在来所提示的，我觉得还是，我是非常的相应的。 哎，我是很相应的。嗯，那、啊、你刚刚说第一个问题是，啊，皮球地,、哦、地狱，那就是他那个地狱哈、啊，像那时候在，也不知道阿舍斯,斯王是哪一个王，他不是忤逆重罪嘛？啊，哎，是呢忘了哪一个王？阿舍斯,斯王杀父亲那位，阿舍斯,斯王是，后来他很虔诚学佛嘛，他起大忏悔心，后来他往生的时候。 他是先去地狱，但去一下又回来，啊，这叫做皮球地狱。他好像好像拍球一样，拍一下就回来，哎，好好。但是他但是他还是有稍微走一下这一招了，好。但是他这但是他等于是等于是说先受一下这个业，因为他毕竟忤逆重罪。好啊，如果他求生极乐世界，就不用皮球地狱了。 啊起大忏悔，就直接去极乐世界，啊，就直接去了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阎罗王那里呢。很多人有人还问我说：“那去极乐世界的人要不要先经过阎罗王那里？”我说：“可能不用啊，啊，真的不用啊。阎罗王可能还送你，很虔诚的送你。”那个截流大师就是这样、啊、节截流大师那时候往生的时候。 因为他是我们祖师嘛，净土祖师。他往生的时候，那个阎罗王都很虔诚的，好恭送大师到西方，恭送大师到西。方。